实在就是 SUM。 大家好，这台是2016年马五，价格628000。先来看一下车头的部分，原厂鱼眼 HID 头灯，前车雷达，再来看一下引擎室的部分，认证合格，全车原版件，里程保证。来看一下后壁的空间，四人座，拢总300椅啊。后壁这两排是隐藏式座椅。拍平以后，后壁空间是非常的大。咱过来来介绍第二排椅啊。第一班椅也能变作两个人坐，伊嘛当变作三个人坐，吼、哦。安尼就伊就变作三人座。那修改安尼变作两人坐，中间加走道空间就跑出来了，就比较大。过来换一边椅啊。两人坐，咱这个当个掀开，做一个置物盒。自备架，刚好你放凉的饮料。你嫌伊空间窄嘞，你买当个收掉。中央有冷气的出风口，风速会当调大细。接下来来介绍这个驾驶座头前这部分，公里数即个目前是89000外。公里数保证，这边的部分是影响控制键，这边的部分是定速巡航。再来换这边，这个部分是双边电滑门、防滑开关、雷达开关、收折后视镜、恒温系统、原厂影音系统。再来，天窗的部分。再来，这台2016年马五，售价628000。实在就是 SUM。